我只知道七个办公室密码，开始先是丽姐说先去找找部长办公室，然后直播部啊，然后商务部啊，还有短视频部。 都锁着门，然后我没有密码，我只知道七个房间密码，刚好我小田儿与小雨姐，然后我们不就是分散开了嘛，然后也没有人去那边，我就去七个房间了，我就说一说地毯式搜索一下，然后我感觉我每个房间角落就是边边角角都扒干净了，就有一面墙。 我没有看，感觉就是有一点蛛丝马迹的样子，有一点像。然后我就大胆的把它掰开了一下，结果发现冒出了红光。丽姐，丽姐，我发现炸弹那一刻是非常兴奋的。 然后在另一房间，我本来也是地毯式搜索，然后就想第一个是在墙里面找到的，第二个会不会也在墙里面呢？或者在地上啊什么的，结果就在那个板子后面又找到了。冰姐，冰姐，来了，这里。 在这里吗？二楼又找到一个，二楼，M Y 445技术部，你在厅里面再找找。冰冰，哎，我看看，炸弹型号 DX 3947。